都介绍听遐讲我的病，他到一个囡仔病遐讲病者抓起来，送去病院遐医生病者嘛死去，即摆规间病院死了了拢无人，你嘛要病哦？安怎啦？咱去酒店的妹妹拢会。好，卡公嘛知影要经营咧，甲红心内鬼大迄个。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目屎是飞袂离哦。日本上较出名都是某某塔罗桑哦。是哩。摸摸他楼上住的是 NONO， 他楼下住的是 COCO， 胡瓜的老婆是秀秀，卖槟榔是 BOBO。 你看你鬼啊，在这要向各位观众朋友致上上深的歉意，咱的一段敬礼舞给大家为这室内的敬礼舞请了。安尼，俗话说得好，难卖翘起，今天脚爱翘起来，这我。你脚抬头，脚滑紧啦。脚抬头，脚滑紧啦。你安尼打我。我就伊安尼就好。无啦，你较知啦，你脚抬紧，滑紧啦。我袂瘾打迄种脚。嘿，卖讲揪啦，打袂着有金爪。嘿，哎，我来了。哎，请问唔知倒一尊神明来降价咧？哎呀，卡灵太祖。嘉玲太祖哥，来来来，同我先掌声鼓励。嘉玲太祖哥，你呀，你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向右转。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推销员的。那我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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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我去叫我的家私小陈。神仙，你谁？我才拄仔看你，我就真无介意。一个人出来就好啊，一个人演两支镰刀，两支，那一支还怎讲一支嘛？徐孝松。
今日上届发戏，是的，规路上台拢讲我今日外四月要交外美嘞。安尼哦，我是感觉讲我哦，自从参加咱哦影剧界以来，今仔日上爽嘛，上爽。是的，来我们这边口边呢，就是第一个是大家联合主持的陈为民先生。那是讲开始，要讲你要感恩的话，是的，我就开始咯。今仔日新节目头一届播出，我祝福其他两台的节目，你早早收起啦。别再了，别再了，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讲，心里面的话就不能讲出来。熟悉的，人家已经做好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下面这位我就看不出来了，这个红头发。下面两是谁画成画成这个样子？心里我熟悉的，熟悉的。打扮成这样子啊！现在记得，中式已经给我玉玲珑攻占下来了。环境小看，欢喜就你讲嘛。目屎是飞袂离哦。今天如愿以偿来到这中西，你敢知影？我对中西一直是情有独钟，你知影为什么无？哦，关门吉祥哦。因为呢，中西才较好停车。最老的嘞，我感觉规打来拢哦，真正爽啊嘞！卖乌白讲了，我了解是中西离恁在较近对不对？不是啦，其实呢，我讲这个“中”这个字呢，让我感觉很好。只要呢，那任何一句话前面加一个“中”字，那意义就非凡喽。是的，你来讲，我完全的当了解了，清楚是这个中党爱国，好啊，忠心耿耿，是啊，忠贞不二，是啊，有力，钟楼怪人啊。写真集啊！对，忠孝东路走酒店。还有没讲啊？还有没讲？其实呢，我对我们中式的忠诚度呢，不止如此。忠诚度都没少没讲哦，来讲看麦。因为这个忠诚度呢，在天母那边啤酒路，不，忠诚度，忠诚度。对对，每次我去吃饭的时候，就连小姐威特姐的起哇来一定猛攻，先生你要吃中式还是西式的？我是当然挑中式啊！要讲大家来讲，我在民国这个十几年前，民国十几年前，那么清朝，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我嘛是基本这個中式，请这凤冠霞帔的哦。安尼啊！哎呀！安尼要讲大家来讲，我是希望讲你将来吼，这个往生的时阵叫告别式，买菜用中式。今天第一集好不好？至少要等三集嘛。大家都有机会。伊啊，那边告别式，我才该点中式。喂，他的欧北讲了，拜托。我来讲了。其实哦，我对咱中心也真的是，这个是情有独钟哦。然后我对他呢，真的是一往情深哦。参球了民国51年的时阵哦，那个电视开始开播哈，但是那时阵哦，虽然讲问到有钱，但是我坚持不买电视。为什么？为什么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中视。中视民国53年才开播啊。是啊是啊，够不？够够毛巾够够。当年马武阿贝啊吼，我去做兵。
升下士啊，后来他说啊，我表现很好，要升我当上士。嗯，结果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当中士。耶！谢谢谢谢。太过分了，你们这些人，舞群走到哪你们就扑到哪。恭敬街好不好？恭敬街，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一首歌，嗯，也是跟中式有关系，真的吗？那是中式的台歌，中式的台歌。有，那是有。别笑，别情哦。来来来，老师给我一个可乐。啊？我总是心太软，嘿，心太软，手指力一定很强，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节目做到世界第一。我总是心太软，安卓。总是你是中式，啊、你还给搞哈子？哎呀，你现在在哪里录音？我是中式啊。对啊，真是很讨厌，跟不懂音乐的人合作，好痛啊！啊，不要笑，人长得丑总要有一点才华吧？喂，因为你在问我中式台歌叫？哎，中式台歌。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千秋。说真的，对中式我研究是最透彻的。哎呦，恭敬天恩，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才是真正的中式的、哦、这个歌啊，研究了一个月之久了，终于找到中式的台歌是什么。好，来，中式一定唱，中式一定唱，我要黎明升武的董事长，中式一定唱，中式一定唱，你看那强中精力就像那温暖的太阳，中式。一定强，一定强，一爽！中式一定爽，是吗？哎，是强还是爽？因为很强，所以很爽。其实我们尽心尽力的为大家的准备最好的节目的内容了。是的，阿内，阿内，下面呢，请大家继续来收看咱上个精彩的《欢喜有你龙》。我刚刚在那里新开播，啊对对对，哎，逛汽车，汽车，对呀，在那边放歌的汽车，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拜托，你讲紧啊紧啊，何里也是要安怎？五个，我要死啊！我要去那个洗洗，我要去那个洗洗。在这要向各位观众朋友致上上深的歉意，咱来一段敬礼舞，甲大家有只实力咧，敬礼舞，请了。嘿，喂，这个囡仔嘛是半道以后无法度啊。这十粒水饺虽然掉咧这便当盒顶头，伊嘛是拢甲食了了，食了了，代志就发生啊！紧张紧张，铁球铁球铁球，就会开始要出代志啊！我跟你讲，因爸爸死去，这边水饺夹出，那边电话卡来，王同学，你的爸爸过世了，无缘无故在家里死亡。
有偌欢喜？啊，就对啊，今天非常欢喜，我偌欢喜，敢知？我嘛是真欢喜。啊，我本来就是这间日本料理店边啊这间欢喜糕饼店头家因老母，当然是头家因老母，头家因是别人咯。要开播啊！这囡仔话，唔来创啥物？阿元呐、啊，阿元呐、啊！我头家啊！你头家我知，你头家今仔要开播，你头家咪在咧创啥物你啊？今仔日子真重要。啊对对对。我今日要招呼人客，你就好，我听看卖咧。开门。him。哦，赶紧赶紧，欢喜的迄落桂林糕点。来买来买，嘿，迄个楼卡招楼顶，楼顶招楼卡，阿妈招阿爸，警察招迄个查啦，来警察招查啦。你这物件拢总老熟啊，安尼哦，这款物件即摆来讲咧，已经未赴时代，未下流行啊。啊，无变的话，应该讲咧，来请俺欢喜家两个人，嘿嘿，某未讨过兄，讨过兄，翁未娶查某，好，那也好，囡仔好又高又气，好又气，老大人食饱呢。健康啊！你对唔对？哦，安心你就对啦。我若无跌，看你变哪就好，真笑话。不安恁某呀，紧叫出来啦！哎，安怎个呀？真不会啊！叫咩写出来？啊，那是谁啊？嘿，阿母啊，你不要讲叫的。哎呦，问我是谁啊？哈，新妇是安怎做呀？日头晒脚床啊，骨日日底了，今仔是恁翁开幕日子哦。啊，当初我来反对你娶这个，你才敬的妹。啊，娶这个叫戴水牛呢，戴地少就盖大锅面啊。进前哦，台湾西街开两间蛋挞店的天母哦，两间做是卖甲倒倒去。阿母啊，过去代志卖搁讲啊。这回搁台湾西街做开恁鸡卵糕店，讲你这个无害，我讲你就甲我挂掉，若无吼，恁做嘛该厉害到吃。对对对，无你我先赞嘿。有影，气死人。卖生气，卖生气。我想开播心情要较好咧，不然你做咧。啊，你再来点一个。哦，阿辉的。啊，进来坐。小慧。哎呦，大家好，我是欢喜糕饼店的可爱女儿，我叫逸轩。阿妈，爹，喵。我请你，你该讲几届，当然请啊你。请呢，人当初人家咧开了 A B 女哟。阿妈，你怎么这样子讲？阿妈，你最辛苦了，对不对？是咧滚请假地，请假地。没有啊，没有啊，这已经很长了。好啦，你这早间你跟着广告好使。阿妈，你也开高叉啊？你个地流行，你要了解领导，请丝袜，领导平时洗脚裤啊。对，我知我知。哇，不气不气。好啦，关照好人客较要紧啦。紧照好人客来。来来来来哦，今天是开放。有没有闻到香味？啊，进来看卖有啥物物件好食。来，赶紧赶紧嘿。头家你好。哦，吴同学，吴班长开的店啊，爱旁边。唐总啊。大量的生命是通经过报应，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在杀生命，阮就吃旱鸡。话那个光头鸡，目屎都滴袂离。其实我感觉行情嘛真好，但是你看我怎啊这么歹看？那就是我这摆拢无钱，我今仔嘛足好赢，逐天拢食鱼翅燕窝，啊，这摆拢食高赛炖米糕。但是我到今仔日，我已经三天无食饭啊，重要的，你有啥物物件通给我吃？你无爱我吃，你搁咧笑笑什么意思？你唔捌看见人遮可怜哟！我替我遐讲，互你骗哦。啊！就一间汤店拄开无，
他一人在吃，来看卖有物件同我试吃无？哇，哎、欸，小哥啊，你是食着狗屎的啊？你哪搞的啊？那我，哦，那边为为啥来无？你啊，哦，那大不了叫，还是，还是，啊，钱也来算的，来，哦，对，阿丽啊，奇怪，那比较歹哈，对啊。是你咧歹味的货，你个歹国的，你无遐含啦，安怎臭咖哩啦？臭这型，啊，人客拢话你变成是皮着，跟皮着你个皮怎个怪？无啦，迄是伊袂下，伊若屁股就惯死啊。但是我家己就感觉胖胖咧。算了算了，无啦，等下等下，要交关，要交关就你啦。无啦，哎，我就看恁家今仔日新开无？啊对对对，嘿，讲起家。刺激，对，你知你要好歌的刺激，拜托，无啦，什么拜托，拜托啥？吃一个啦，无啦，要让你吃，吃一个，不，买啦，好，买来当下啦，我吃吃，当下刺激，晓得晓得，买来去买来去，拍看拍看，拜托，吃一点嘛咧，刺激太无得去拄了这款，真吃哦，哎，好好好，刺激刺激，走走走，是是，喂，安怎？无。无够，无够，吃袂饱。哎呦，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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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上上上，上上上上。啊啊，上上。喂，喂，老哥，喂喂，别拍架。哦，别拍架哦。我来跟你讲，别拍架。但是哦。我不是跟我一个人霸，全家拢霸。你一个人啊，无要安怎？我厝的有囡仔。我两个照顾你的囡仔。好啦好啦，别扛别扛，好呀。哦，你安尼扛到衰去，这一家在开播尔，你。你讲好，我都别扛。好啦，囡仔。哎，真好真好，来拄着这个，来来。哦哦，走走走。囡仔，囡仔，何里也是要安怎？啊？唔好，五个。五个？真衰嘞，位啊！一、两、三、四、五，五个。无啦，你一、两，我但是拄好等一个啊。有啦。五地啊！你，啊？咩位？无要归来啊？啊！我归我唔知，遐老神诶。啊！哦，谢，好，谢，走，谢谢。哎，好，真嗨咧。好，赞，五地，真水，真水，哎，人气，人气，人气来，来，过来，小姐姐，来。你唔捌看见人歹命哟！我介绍弟遐讲我咧骗，头拄一个囡仔骗，遐讲骗一个带起来，送去病院，遐医生骗一个嘛死去，即摆规间病院死了了拢无人，你嘛要骗哦？无你伫牙齿要创啥？看注意。同学就是要有同情心啊！啊，有不好的人出来，你都要很爱惜他。啊，过来酒，你自己讨厌你。哪里来的？基隆市安乐国高中阿拜摩塔基金。开玩笑，爱无爱心哈，一定好好陪伴完全中学嘛哦。哎，老师老流眼泪，老师。不是以学生为耻哟，
很好很好，好好，卖个讲啊，我回去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过来一个胖点，寻找另外一次机会。你有臭味，一个是你，当然你有，哎你有，没有，哎，哎，五个囡仔食了有饱啊，有拢食拢，甲你叫感谢，哦，这，因本来五个，我们来只跳舞，你看，没，你说啥？无，啊，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对不对？我知，阮迄个蛋糕店迄个开幕，但是嘛是阮一个真特殊的日子，安尼我唔知。你什么特殊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无讲，我哪知？你还讲，我不知。哎，加八路，妈呀！我这边就是啊，无得等的。哎，今仔日嘛是我生日啊！哦，你生日啊？对啊，对啊。跟我开无同日咯？对对对，跟我无关系。叫伊死！无啦，唔是啦。啊，你叫落去我。啊。蛋糕哦，哦，你想要买啊？来来来，你小的较俗，小的300，小大的1000。但是，哎，你过来笑。但是我无钱。啊，无钱，那笑笑笑。啊，假衰假衰你。你无钱，你叫我笑没有？哎呀，笑笑笑无钱。我过去吼，没啥没啥，试试就好了。啊哈。你是在创啥啦？这个妈妈，我看你哦，这边的祖上，你一定是一个有念佛的人，到处拢有在念经哦。啊！你足可惜的，你这个囝就差你吃足济。你平时这老母生那个素质差济，咱也知。你在讲什么话呀？这个素质差济。细声，不是啊，来城市客，来城市客就无问题啊。伊会安尼，就是困难的所在嘛。那你甲阿桑讲是啥？阿桑是安尼啦，一开始就当作恁咧开播，平平平平。我来时阵，我甲讲我巴肚枵，啊，你这个囝实在食是小碗未饱，啊，就先趁一块甲食落去，食了无饱了，然后佫趁两块，变佫趁第三块，趁咧嘴内底。咩啊！我佮伊边啊边，我佮伊讲靠流目屎，因为哦，我厝内佫有五个囡仔，啊，恁囝未饱哦，一摆哦先摕四块，变佫第三块拢讲无得，啊，变啊吼，怎啊？主要是要创啥？主要。主要是讲一开始的时阵，伊生活赚一撮饼。开始，开始也免讲啦，开始免讲吼，开始卖讲，啊，到尾啊吼，我甲讲我无囝，伊阁给我四块。你听过啊？还有毛听过啊？今麦你阁回头是要创啥？你讲个。阿妈，喂，其实我是今仔日嘛生日，我想要买一个鸡卵糕，哎呦，但是我无钱，但是恁囝佫讲叫我去死，叫我走。阿元呐，你这安尼共命，安尼共理，安尼唔好呢？唔是啊。鸡卵糕对不对？我叫伊是讲伊要来买啊，结果伊是要来讨的啊。啊，你看这形嘛，知影无钱。对啊，啊你嘛得听你母啊讲两句对不对？你说你有钱，你有外用，你是要东西啊？你我讲我有钱，你不怕我跟你讲咧？你笑你是咧？恁哦，阮翁呢？无，即嘛这是恁老母，我是阮老母。恁老母，恁老母。我甲你讲，恁老母较好。无啦，那比较上恁老母比你较好啦。心肝，心肝。我甲你讲哦，咱做人就爱有良知有福。哦哦，啊，伊就看看咧，像咧破破烂烂，伊就无钱人善恰人。你鸡卵糕一粒好，那要紧啦。是啊，你鸡卵糕两粒要我食是安怎对不对？两粒，哈？一粒都好啦。是啊，生日啦吼。你是来笑啥话？我连这艰苦都提无鸡卵糕，你笑？我咧凭啥讲我？你是要低啊？无咧讲站啊啦。来，赶紧进正，紧正，好。阿官啊，赶紧进正，好啦，该进啦，该进啦。气死人了，伊啊！恁老母较好，恁老母嘛较好。明白。完美。在你边好高嘞，这边这。还一千嘞，这。你是何事？
钱多还要死啦！人阮就讲，一世人也毋捌过遐尼好的日子。嗯，免换一个较大间的，讲叫我过去试试，甲我赚。阿元啊，咱做人就爱有量，才有福。哎，你要伫家人讲大欠就给伊嘛。但是讲未啊，你做人的囝，你母老母就讲安那，你搁讲戆就是啊。你不孝子，你咪较差不多哩。Shit！ 还会闹英文哦。哦，我们小哥们小哥们，慢慢就好了。你别跟我跑，我们来去试试哦。别啦别啦，我们家别安尼啦。我们是面宽，还是老麻？你还心心肠真好。伊咪讲伊较早做老麻。较早，较早啦。阿母伊咪跟我跑。阿元啊，唔好对人家气卡动手。好，我讲伊咪比你较济位。对啊，大礼嘛好一点。大礼嘛好一点。开幕日啦，没关系。我当时比你较济位。气死人了，有影。大礼嘛好你啦，哈。大礼没有。哎呀，假衰假衰。对对对，就中诶。嘿，太阳系。哦。我就打你咧。好好好，下下下下下，谢谢。阿妹，好，假衰假衰。我可以来一试试啊！来来来来来，慢慢试试哦，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哎，你往外拍心表，唔好嘞。哎，阿伯，哎，你这么时光，你想未开啦？啊，不是家人哥带来福利啊？对啊，但是在我性命内底，虽然有家人哥，但是我遐囡仔拢已经死算去。是耍你多少个男面狗的？啊！但是我现在去找好因啊！哦，哎呀，要多少要死啊？哦，我是去来给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甲车喂，车乱啦！你这都有床帮无？就听，床帮你听哦。什么床帮？床帮啊！是安怎啦？加上讲，因为有一个家庭哥，嗯，但是咱无人祝生日快乐歌，这个家庭哥形同虚设，什么感觉都无。过两过去，就搁甲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阿元啊，咱做娘都要有娘才有福。什么做娘是啥？啊，做娘，实际说说乖乖，你甲唱，你甲唱，甲唱。一定爱唱哦，拜托诶。唱啦，唱啦，爸唱一点啦。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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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安尼，去去去去去。我过去哦，弄家人哥自杀哦，弄无着我要弄。你讲伊不坏，闲都还没个死的，哈？你那个囝虽然伊刚才讲做歌王哟，我穿嘞，我穿哟。路边一棵榕树下，哇！安尼哦，路边一棵榕树下，我会想唱啊。你快乐吗？快乐。什么艺术闲乱？伊虽然在都有唱，但伊唱我拢唔甘唔管。我唱啊！我唱，哎呦，我真变得快乐，真真。心情在你无好，我不是爱唱。阿元，你人是生你，不是做鸡呢。阿元啊，咱做人要有量才有福，你就较真观，甲唱两句啊，吼。感情，感情，发出感情的。来，来听咧。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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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啦！我过去，我甲家人讲自杀啦！是安怎啦？无人合音。我回去。
下咧酒，我对起就随时会使死。莫甲占，莫甲占。莫咧，是啦，莫咧。哈，咱今仔日开这店嘛，就是讲希望大家咧有只路通真欢喜安尼。咱对这厝边计准备到个好。伊要是蛋糕大粒，我也可以啊。要唱生日快乐歌，我有唱啊。啊，伊讲你一个人一时一讲，是不是孤单？看，咱规家伙拢在唱。对，哦，你去 KTV 看到个朋友，我看到嘛好热闹啊，我定来去应酬。哎呀，妹妹，咱边个咧唱啊？好啦，啊，你有妹妹袂甲我唱？规家伙甲你唱，哎，好不？祝祝祝一杯酒，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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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好吧？吊桥拢有啊，去去去去去。又怎么了？安怎啦？你酒店的妹妹拢会，你当真？你白吃酒店？好了好了好了，那个吃那个吃，唔好啦，不好去，唔好啦。今日才开幕，娘，我那做这个代志，阿元啊，嗯，咱做人不要有两脚吼，吼，爱特别要求迄个。阿娘，好啦，母啊，你牺牲一下去。娘娘，请自私。算欠我就对了啊！啊，你才坐会啊？不是啊，卖讲阮后生受气，我嘛量量要抓狂起来啊！唔系，你卖抓狂啊！我唔好呀，阿妈。嗯，我着意向啊，足器重你，足阿哥足尊重你。我是你栽培的。不啦不啦，足尊重你。嗯，我们一个小小的要求。无你是要安怎？无你是要提升？啊，恁家有妹妹也不是无啊？好，卡公嘛知要今日咧做红心的去大个。好。正经都在迄只山，嘿啊，拜托啦，无我性命啦，这已经无意义去啊。好啦，哦，吃激吃激，阿元啊，哈，咱做人都要有量，才有福。好了，对了对了，别弄，有量啊你啊，没啦，好，阿元啊，好，你来答应啦，对了，去去去，你先去。我就牺牲一下哈，妈要不要起来？妈，你起来了吗？你到底起来了？哎，我一起现在就拜你。我起在那里骂，我前途好呛哎！哎呦，哎，阿弟，你们水干嘛呢？过来过去。你干嘛？哇，那啉水敢那高温十八万哦！生日鸡卵糕嘛，好你啊！对啊，大粒的嘛，好你啊！嗯，别生日快乐歌，一人给唱唱，唱孤单，合唱嘛给唱起啊！好唱啊！好音嘛给你好起啊！你讲妹妹要金，哈，我的媳妇甲我的孙拢给金了，我今嘛到底现状？在金家。啊，我你咪唱，我给你来谢谢。啊，行，啊行，啊行，我给你来谢谢。阿伯啊，你有听电话啊？没有，没事没事，我。你听唔听过？你安怎？莫讲阮后生生气，怎么是安怎？是嘛哦？哈，连恁做妈妈生气。他到底是像丽文的，是这样叫伊来的，所以改名像丽文的改名叫像叫伊来，有无？你不要，本人，我咧就无你代志啊。我咧跟我介绍，我跟因家人都熟的，因爸爸叫什么名，你知无？叫什么名？向右转。当时因的一家人来到这个轨道的时阵，发现讲这个轨道带一阵呢奇奇怪怪的鬼。哦，
几道，到底带来什么奇奇怪怪鬼？是哩，有位南非来的南蛮鬼，拉萨来的拉萨鬼，泰国来的泰国鬼，爱斯基摩来的爱甲鬼。上可怕的是，伊的老大跋筊从来唔捌输过，所以叫做不输鬼啊！是嘛？哈，年龄做妈妈想。啊！阿母阿你认丢？未堪要去真正。真正要求有够贵。是嘛？就好大胆，莫看这种。真正不快。哈！一直要求变哪变哪变啊？对不对？两个拢以牺牲甲金落去，要到这边做。你去气干？哎呦！我阿母你较大个哦。无啥出来嘞。安尼哦。我等你。我跟你讲嘛，我过去吼，我最后这个代志啦，最后我这讲完，我都卖个讲啊，相安无事啊，你那终于行李，阿弟来走，我一定走，你要卖个记着你哦，对对，阿代志拢解决，好，你讲，好，最后一个。你真哦，人生个这么大汉啦，将来万不做个胖店的头家。哦，你咧讲我意思完全了解，就是讲讲鸡鸡啊出来去试试。对，胖店交互你。对，我咧做头家。对，对不对？啊，你后摆我都袂甲你吵，啊你哦，叫你死去无要紧嘿。哦，老弟。只要淡薄爽，啊，祝您平安又快乐，坐回来收看欢喜又玲珑。是哩，为了要讲头机，目屎是飞袂离哦。今日现场敢若做就同款，为何边有一只猪公啊？喂！今天干嘛走啊，大伯？今天那是来中视第一摆录影，所以呢现场若无抬猪公来射神嘛不对啊。是。那是咱现场，唔知道干嘛无摕一条狗看卖了。喂，我甲王来啦，王来啦，王来哟。如果若王来，千万唔通袂记顶头去插三支香哦。是哩，这位姐姐，今天来中视第一摆，你要唱什么歌？要讲什么故事？我看今天来讲一个日本的故事好了。日本，讲到日本，你敢会晓讲这个日本话？安尼我问你，日本话东京是安怎讲？是足简单嘞。是哩。啊，日本东京噶？日本东京，日本叫 Tokyo 的死。淘气用压死，是不是真凄惨？哇，凄惨，真凄惨。卖我别讲了。讲到就这个日本，
我是想到，我无这个日本名。哦，你感觉哦，参像我这个美若天仙的大美女，应该好什么款的日本名较好呢？你嘛，嘿，近前你不是日本的小名叫做英英美代子，英英无代志吗？啊，没啦，那英英美代子就想过爽啦，拜托，搁较好一个，爱有后边爱有子的哦。听人讲哦，迄名内底有子的拢较水，亲像这个长盘贵子、酒井法子、拜拜三太子。对。哎、欸，安尼我甲你想看卖，哎无聊，哎、欸、啊，什么物件？你就叫做迄、那个叫一包卫生纸。哎、欸，那个纸是那个纸啦，一包卫生纸个名。够，爱有纸的吗？爱有纸，爱有纸。啊，这你叫做嘉宾梁惠子。嘉宾梁惠子，这嘉宾梁惠子听起来袂歹，但是敢那念起敢那怪怪的。嘉宾梁惠子就是嘉宾的意思。喂。啊！我要讲，大家来讲哦，你甲我取这款名真哩歹听。啊，我要甲你取一个叫做“冰口加代惠子”。冰口加代惠子。哎、欸，鼻腔加大要死。我过来取点，我来取点。我送。哎、欸，你取了身家奈惠子。身家奈惠子什么意思？身家败要死。你是一口气撞死啊！你干嘛骂人？啊，我知影，大家拢知影你是两口加奈子。什么是两口加奶子？两口加奶子。嘿，嘿，嘿，马斯利啦，哎，拜托，马斯利，马子有两口加奶哦。你个电视定在讲，讲到人，大家都看到马斯利要甲。没啦，无啦，无啦，但是我即摆拄到马子，我拢甲学一寡只广东话了。哦。浪得要三归岭高，偏偏何必寻种归岭高？龙奔龙老归岭高。天生我独行，不比龟苓膏。哎，我别讲，你这是个龟苓膏代言的。对了对了，哦，那鸡卵糕吼，偌好吃啊，你知无？龟苓膏啦，鸡卵糕。我不是鸡卵糕，吼。你是要讲故事？啊，要讲故事，啊，你知影吼？来，今麦吼，来讲我这个日本故事，一定要先唱一条日本歌。日本歌，我来行个试着，你讲一条嘛，不紧。北国の春。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な。刺身温瓦萨米，味噌西鲁汤，再来一份摩摩亚奇，来两人份的尼基尼寿司，加姆西斯基亚奇，你倒转去要困榻榻米。我来替你叫迄落塔古西，啊你若倒落去，我来替你马杀鸡，保证乎你爽半死。啊，罗嘞，其他古人罗哈鲁，哎，罗有你是古，我来是马杀，罗花咧都过来马杀，哎，罗罗，哎哎，哎呦，你几年出诶？四十五，搞唔是安尼，安尼唔足够诶。那咧唱这个日本歌，我算我嘛 pro 诶 ，pro， 我当然咯、喔。哎，罗，来拜托诶，老师一个苹果花哟。苹果。出来卖，但是我的个性会较歹势，我若是食细地，你都要食大地。另外，这个时候。不要用乐器来影响一个人的歌声。哇，其实我喉咙很不舒服，不唱了。喂，各位跳哦。
向各位观众朋友致上上深的歉意，咱的一段敬礼舞，甲大家有只实力的敬礼舞。讲到核心，即马人叫咩舔舌？咱会使讲多少呗？好啦，你讲了，你问啊。你知？我就舔了。你知日本故事啥物上出名？你要听讲无？喂，迄日本的故事，倒一个故事上出名？日本的故事上较出名，当然我嘛是知。日本上较出名都是《摩摩塔罗桑》哦。是的。今天某某他楼上住的是 NONO， 他楼下住的是 COCO， 胡瓜的老婆是秀秀，卖槟榔是 BOBO。你看得鬼？我蛮我唔知看得鬼。No No 某某某某他楼上是日本桃太郎的意思。哦，是安尼哟。是的，阿姊，讲到了这个桃太郎，你敢知影？其实桃太郎这个名字是为中国十二生肖来，你敢知道？哦，厝的是怎样来讲起的？是的。为滴讲，这个中国人为着要计算一年的时间，所以决定选出十二种的动物来当作代表。哎，这我了解，这就是啊，后来这零七零后土零爪尾狗狗鸡狗弟的由来啊。哎呀，十二生肖搁念个二二六啦。我你叫伊念什么？来，十二生肖，七牛后土零爪尾油狗鸡狗弟啊。你有看到无？讲弟迄个时阵就比较自由啊。喂，哎，小孩。那个时阵，阿公要将这个桃仔破开的时阵啊，这个时阵桃仔突然间自己破开，内底有一个红红幼幼的婴仔，桃仔内面的婴仔，对，所以呢，后来人咯，就帮这个婴仔好一首歌。小弟，你在乌白讲讲啊，这婴仔有歌。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我见到桃子里有个孩子，咿呀咿呀哟！来，这里先生，气如火，土龙爪尾，油高鸡高低啊！你有看到无？讲低迄个时阵就比较自由啊。喂，卖小孩。但是呢，阿姊你讲了无唔对。不过有一个代志无甲你讲，你未了解。哦，代志唔是遐尼简单啦。是。其实这个十二生肖不只是十三生肖，就是讲鸡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鸡狗猪龙。龙？嗯。为什么阁有这只龙？哎，唔那一只，是七只。所以呢，因有一首主题曲，你听看没啊？七头狼狼狼狼啊！石头吃住真济人，最近手上欠点人，可否请你帮帮忙？来来来，各位阿伯，你若无五万，你冒一百；你嘛无五万，一百你冒一千。来来来，赶紧加减来去，准备跳。我现在才发现呢，连这些舞群也跟我们一起从那一台逃奔到这一台来。逃奔我好听嘞！哦，投奔啊，投奔啊！哎，转进啊！是哎，咱这摆唔是咧讲桃太郎的由来，那变作七匹狼咧乱七八糟哩啊！那我跟你讲，无唔对啦。后来呢，这十三生肖，大家拢觉得讲哦，这个十三这个数字太不吉祥诶，一定要淘汰其中一个，剩十二个，这双手比较好，所以呢，大家就斗阵在开会在参详咯。哦，参详了，结果安怎呢？是哩，就咧讲迄个时阵咧，讲迄个时间，排名第二的这只牛，伊就开始讲话咯。哦，哎哎，啊，讲人话，魔人话，伊讲伊魔意见啦。
你讲人话就绝对无唔对，你是咧？哦，无意见就对了。但是讲这个十三这个数字实在无好，这个问题要解决啦。是是是，那这时阵猪嘛开始讲话了。哦，哎，你学足成个呢？你无做猪做人就无菜。哎，猪食，我讲对。哎，这猪就讲话啊，我感觉人话食者物件无够通食。就讲你时阵，这个旁边啊，这只狗就讲话咯。这只你给我吃，鬼气连你嘛一起淘汰，剩十二个。冇，淘汰前多少，剩十二多少。是这个时阵，这个牛嘛开口讲话咯。我也感觉讲，我嘛感觉讲这是十二只上好。大家感觉安尼好唔好？就在讲迄个时阵，讲迄个时间，这个虎突然间啊开嘴讲话咯。虎讲话啊，虎讲。好。好讲话，哎，阿讲好，伊讲好啦，十二个无要紧啦，但是这只鸟气真生气，那怎啦？哎呀，足气的啊，我气，气，很生气，啊，气就是很生气，对啊，啊，吐好一点，吐啊，哦，边边吐干嘞，吐到要死，那我袂讲啦，到底鸟气啊上大有讲啥物？无，这只呢，这只马毛意见，马啦，哎呀，马。咩安怎咩？大家继续个开会啊！安尼，最后我大家拢卖吵。既然大家拢决定讲治疗十二只，安尼我就在此宣布，十三生肖要淘汰一个咯。是。那呢，到底是要淘汰什么人个最好呢？在讲迄个时阵，讲迄个时间，我感觉迄只龙，那只狼。常常独来独往，而且今仔日又阁无来开会，所以我最后决定是淘汰狼啊！这就是淘汰狼的由来，那只狼被淘汰了。我听你对我咧胡乱，什么胡乱？你胡乱没讲一个，你不讲胡？我你的死状了。死状，哎，死状，凊彩讲讲啦，这淘汰人就是安尼啦。我讲给你听啦，其实呢，这真真正正淘汰人的故事是安尼。哦，话题讲日本真久真久以前，在咧山顶有一对阿公阿妈。哦，虽然恁平常时啊日子过了真平淡快乐，但是呢，这对阿公阿妈呢一直想要有一个囡仔。是的，有一天，这个阿妈跟着平常时的同款来到溪边啊里咧洗衫，突然间奇怪的代志发生咯。是我奇怪，真奇怪！就在讲迄个时阵，讲迄个时间，迄个溪中突然间有一粒真大粒的土啊，偌大粒，七大粒。后来，这个阿妈就将这个土啊砸登去厝的。就当当迄个时阵，阿公要将这个土啊给破开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土啊突然间自己破开，内底有一个红红油油的婴儿，土啊内面的婴儿，对。你那错噻！哎，怕别动了。是的，因为这个婴儿的由来实在太特别了，所以呢，后来人咯就帮这个婴儿好一首歌。晓得，你来后边讲讲啊，这婴儿有歌，婴儿当然有歌。什么歌？你听听。有一首歌，来就有婴儿。王老先生有块地，咿呀咿呀哟，我见到桃子里有个孩子，咿呀咿呀哟，有听到无？咿呀咿呀哟，那所以咱台语来讲，有咿呀有咿呀，就是为遮来。咿呀咿呀哟，伊这边吃冷，伊那边吃冷，咿呀咿呀哟。喂，哎呀，咁真正是安尼？哎，咱这吃冷冷毛瓜哦。你点过没？哎呀，这是人，这个卫生署一直希望说妈妈都能喂母乳，是，所以呢就请王菲唱了一首《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这是新的啦，比较旧一点的，不要那个，在早先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哦，这母乳也有推行，有一首歌，啊，请唱，忍耐，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朋友，听我的忠言。
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忍耐，忍耐。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潇洒不？进来。小哎，小嫂，你头毛先拔一下无？免拔啊，这拔嘛无路用。讲故事啦。是哩。哎，刚才今仔日无人生哦，从这石头这大粒。我没人生哩。无啦。啊，一段祥狮献瑞来到中心，代表大家啊，满心的福气，感谢各位代表，祥狮献瑞的大家，祝大家福泰平安，风调雨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嘿。小杂不？哎，凭良心讲，你中式比较难赚。一直抄了耶。是要讲故事不？没，没讲。我来。这个桃太郎，一天一天的大。无啦啦啦，有一天桃太郎听到鬼岛鬼岛这个所在妖魔鬼怪当地欺负的村民，所以伊决定前往鬼岛去打鬼。就在伊出发之前，因为平常时啊桃太郎上爱食这个鱼啊，所以呢，伊阿公阿妈替伊准备正好食的鱼啊，可以巴肚会死枵的时阵通我来食。但是你唔通看这个鱼啊无点毛，因为这个鱼啊又收正好听的歌。晓得。鱼啊个歌。鱼啊，唔是去买汤圆。买汤圆，这是古歌，伊也真正有歌。哦，嘿，你笑我又困起，你一动我就紧张了。伊也乖，汤圆哈。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阿公帮我准备的汤圆，咿呀咿呀哟。他有包绿豆的，他有包芝麻的，他有包红豆，他有包花生的，咿呀咿呀哟。你好乖，安尼你有送吗？我送，你送哈。人送插天公，马送入内梦哦。这个桃太郎出发了后，在沿路去拄到伊三个好朋友猴狗鸡啊！嘿，当时因个一行人来到这个鬼岛的时阵，发现讲这个鬼岛住一阵呢奇奇怪怪鬼。哦，鬼岛到底住了什么奇奇怪怪鬼？是哩，有位南非来的南蛮鬼，拉萨来的拉萨鬼，泰国来的泰国鬼，爱斯基摩来的爱吃鬼。上可怕的是，伊的老大跋筊从来唔捌输过，所以叫做不输鬼啊！后摆这西头摕较细粒的，好吗？大家准备挂到。好来，过来。就来讲迄个时阵的讲迄个时间，这个桃太郎弄入去这个鬼岛的时阵，这个不输鬼就讲话咯。不输鬼在比我啊？不是，而且你大家配合一下你的剧情，你不是不输鬼啊？你是真正不输鬼。这不输鬼就讲话咯。是哩。高士人啊，你竟然这里好胆大，敢来跟我挑战？我几千几万只鬼，你有啥物？我有够假搞啊！我知你做够假搞啊！不是，不是我爱假搞，是我有够假搞。哦，了解了。是哩。这桃太郎因为一群人，因为呢，尽情吃了阿公阿妈这个汤圆，这个鱼啊，所以辛苦的参像破败一般，赶快的有人把这个妖魔鬼怪打个嘞稀烂嘞，托你串钱赛喽！那呢？结果如何呢？是哩，结果就是这个妖魔鬼怪比这个桃太郎打个嘞稀烂嘞，所以呢，全村的人呢，如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因为这个桃太郎，把这鬼打到里里落落，变作全村上大尾，所以大家拢叫伊桃大尾。桃太郎变大尾叫桃大尾。桃大尾，对，你熟悉熟悉。嗯，还够无？够有哦。嗯，来串条条。后来所有的这个鬼看到桃太郎，
拢非常的惊，因为伊比鬼较歹，所以呢，私底下呢，大家拢叫伊头壳歹。头壳歹，对，够无？哎，啊，这个鬼呢，看到伊呢，家己主动来找伊，叫做头皮痛。头皮痛，头皮痛。安尼要讲，大家来讲。嘿，我咪要讲。你讲，因为这头太亮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所有鬼拢怕干迷迷毛毛，说从此以后就无鬼搭出现了。所以桃太郎规工真营，无代志做，大家叫伊桃金营啊！哎呀，讲到这个桃金营，就讲到伊一个干哥哥。伊一个干哥哥是什麼？嘿，客老爸啊，客老母，伊一个客兄叫桃客兄啊。卖个跳啊啦！来，阿威，请你继续收看，欢喜叫恁客兄。欢喜叫恁龙啦，卖偷客兄。欢喜叫你龙卖托给兄啊！一回叫做收花，欢喜叫你龙啊！我是可爱的女皇中，生做是国家担大壮。祝恁比我欢喜又玲珑，是你是发生在38年，民国。我跟你讲，因爸爸死去，啊！这边鬼叫电话，那边电话卡来，王同学，你的爸爸过世了，无缘无故在家里死亡。本校是一个短期的训练中心，为期一个礼拜，每个礼拜的晚上要来给大家验收讲笑话或者讲故事的功力的。笑话人人会讲，不见得人人讲的都很好听啊。首先我们请那个死神，一号表演者死神陈为民，你好像啊。报告教授们，我想一开始我要请一位同学哦上来跟我一起介绍我这一个很有名的造型哦。我看可不可以请学校的校工上来帮我的忙。校工金门金门是在叫我哟，在叫我不能拍破啊。这两个你就你啊搞不掉的，我跟你讲哦，啊，你要换来遮，你也无少甲我通知一下，害我搁混到迄边去。哎，险枪拍了，枪要走你走。我跟你讲，嘿，这边较远，车尾又较关乎你。无紧啦，我知，我是非常感谢你的单位，首先又甲我做一只西装。哦，这个内裤带，顶头讲是蜡笔小黑啊。以备公告时给你个配合我要给你配合没有？麻烦校工跟我演一段。我给你表演一下，就是迄个公告，迄唔讲话来滴。是的，来来 ，Q 片。
有讲话啊！啊，搁一摆，搁一摆，你来教我怎计。好啦，好，来来来，七。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推销员的。那我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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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我去叫我的技师小陈。你要穿技师哦。你先去扫地。我跟你讲，很多人变数，总共四个人上同一间，唔知要哪扫了。一堆在乱堆，我进来处理去。谁先？你先。你公点头该你了，李总娘。二号表演者林卓玛、李祖宁。林多嘛，我要讲一个我听过最恐怖的故事，就是呢，有一对情侣非常的恩爱，谈了好多年的恋爱，感情也平平稳稳，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然后在两个人呢准备论及婚嫁的时候，女生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她这个论及婚嫁她非常挚爱的男朋友竟然有第三者，一时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因为一直以为他拥有的爱是全部，没想到只是别人的一半而已。他就觉得很难过，在伤心跟气愤之下，找了这个男生谈判，然后叫男生选择其一。男生呢也很绝情，就说：“人家当然说东西是新的好，当然是选新人。”所以就把旧人给抛弃。那这个女朋友就万念俱灰，非常难过的时候呢，她就穿了红衣、红裤、红鞋，准备自杀。就是死后想要当厉鬼回来报仇。然后呢，她就写了一个遗书，她说她会在死后第七天的晚上12点，一定会回来找这个男生陪她。那就这男孩子也很害怕，问了同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告诉家里，因为住学校，然后同学就带他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算了一算，就说很简单，你只要在第七天晚上的12点那一天睡在你宿舍的床底下，床底下一切就可以搞定。哦，那很快的第七天到了，晚上11点多，所有的同学都说你一个人睡地下，我们要去隔壁间，没有人敢陪他。那这男生呢就很战战兢兢，符也抓好了，那个保护的衣也穿好了，躲在床底下不敢出声音。很快的12点就来了，这时候隔壁的同学就听到一声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隔壁的同学就只听到这个撞击声跟找不到的声音，没有人敢出声音。又听了一会儿，就听到。喂，我假装唔听啊！你是唔听袂？你做卖名哟！我假装唔听，你也要听你啊！你真嚼，你真嚼！你叫我去咧？你去咧？真嚼！听我去，哎，你是有来啊，无来你啊？你我做咩？啊！你喂，啊你喂，水就枯萎，你听无？去啊！我叫伊
退休来不？找不到，找不到。最后一句，后来隔壁的同学就听到了。董家道府，只听到那男生啊，什么东西？就没有声音了。同学也没有人敢去看。第二天天亮，大家就静悄悄的进了房间，找那个男生的床底下，因为应该是没事，结果却发现那个男生暴毙，口吐白沫，死在地上。哇，那就没有逻辑啦。这个老算命老师不是说，一切都穿了防护衣，也拿了符，躲在床底下，一定可以逃过这一劫。为什么还会？同学就去问了，老师算了算，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女生是跳楼自杀？有关系吗？跳楼自杀是按哪条？头朝下，头落地呀。所以呢，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头撞在地上，找不到。哦，他用头跳着回来找他，是不是？讲完了，好不恐怖哦。这个打扮最恐怖的就是你了，该你该你。日本来的同学，给他鼓励鼓励，好不好？三号表演者，嘎沙青黄家千。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笑过哎，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天啊！哎。跪落去！哎，穿自己的裙子了。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恐怖的故事。我恐怖，真恐怖。这恐怖的故事是全新的，无人听过。哦，我即马讲的时阵，搁在皮皮喘。好可怕！这个故事是发生在38年，民国。开始要出代志啊！出什么代志？我跟你讲，因爸爸死去。啊！这边鬼叫电话，那边电话卡来。王同学，你的爸爸过世了，无缘无故在家里死亡。哎，你阿妈那么久也站不住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38年，民国。那我们民国讲进前好。开什么玩笑？民国38年啦，38年民国。有一个囡仔，伊足爱食水饺。哦。啊，不过，因讲，这个囡仔绝对袂使食水饺，
那只要水饺因兜有代志发生，到尾有一天，伊看到因兜的桌桌仔顶头，一个便当盒放在遐，伊就好奇的，伊就行去头前看，内底是啥物物件咧？一甲拍开，是水饺。十粒水饺，伊巴肚足枵足枵，要安怎？啊，不过伊袂使食水饺，啊，不过伊巴肚足枵的，到尾了甲便当阿妈搁甲扛起来，伫遐想讲，到底要食无爱食？伊想一想，食好啊，足枵。伊就搁甲拍开的时阵，恐怖的代志发生了。你刚才发生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一打开了，水饺被搞了。你错一个，紧甲去甲藏，甲甲打开，变变鸟。伊搁甲扛起来，拍开的时阵，七点，那七点竟然无见，搁甲扛起来，搁甲拍开，变烂了，搁甲扛，搁包拍开，扛起，搁拍开，扛起。是发生什么代志？到尾，佮佮扛起来时阵，佮拍开了后，水饺，水饺拢无见啊！真恐怖！恐怖！真恐怖！水饺到底走去哪？恁知无？唔知啊，唔知影去倒位。水饺全部拢伫阿咧脚仔顶头。告诉甲咱讲，水饺袂使用吹，爱用晒。乱七八糟的啊！做袂掉我。这个故事刚才我有讲过，伊才在讲什么？即卖人无人讲过，唔捌听过。唔爱人听过啊，底下一直笑。迄人唔捌听过，迄人拢无咧看电视哦。这我讲超一百遍去，好好，你等于坐，我看你行，我看你就去的。你叫门叫门叫什么名？我叫加三千。加三千，我搁加两万呢。再见。哦。哎，今天呢，我听了听各位同学的这个学后报告，真是乱七八糟，勉强啊，只有死神一个同学算是过关了啊。下一次啊，你们三个还要好好的加强磨练。哎哎。搞唔掂咧！好不礼貌哦，不错，你搞唔掂咧？不错啊，我讲一个不错。你不要讲啊！有啦，我咧遐拢有讲啦。呀，讲到伊，你即摆是要讲哦？迄边歹看了对吧？无啊无，我用十分之一的功力讲着。没有讲无？好，听到没有啊？拜了拜了拜了。我今日要讲一个足恐怖的故事。哇，恐怖！真恐怖！我咧头先讲迄个水饺的故事，你知无？这个水饺的故事哦，其实哦，头啊是安怎哩？第一开始啊，是这个水饺店因家真正真好业，赚真侪钱卖这水饺。但是呢，因生囝一直生袂出来。有一天，有一个小明星来因家看。因家虽然赚真侪钱，但是。恁家生无任何的囝儿，对不对？噔噔，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真正足恐怖！哇，恐怖！真恐怖！这个妈妈讲，我心内代志竟然叫你知影，阮真正
囝拢生袂出呢。一个师傅神情泰然，入来这世界看我。你又搁要赚钱，又搁要生囝，对唔对？是啊是啊，今仔日开较侪钱拢无要紧。今仔日我讲啥物，你就讲啥物，好不好？我知啦，我知啦。好，一、一、二、二，足乖。喂，足乖，免讲啊。一，足乖。这个妈妈，今仔日开更加侪钱拢无要紧，我今仔日我哩师傅讲啥，我就冲啥货。这个师傅就入去内底，把伊个房间弄个条条的，把伊个方位用用的。用一只八卦镜怎啊挂在伊个房间外口？甲人讲一句话，一礼拜你来，一枪就出来一条人命。内行的一定听有诶，一枪出来一条人命，弹无虚发。果然无错，经过一礼拜了后，我跟你讲哦，真正有心啊！哎呦，这妈妈嘛惊一个，但是师傅要走的时候，就落讲一句话。但是虽然讲恁家的水饺真好吃，大家拢来吃，你千万唔通让恁囝吃着恁家的水饺，就恐怖。结果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大汉，有一天囡仔要去读书，爸爸妈妈搁伫咧困哦，囡仔嘛咧奇怪，平常时啊我要吃阮家的水饺，这么多人来吃，为什么我做囡仔袂使吃这个水饺？接着爸爸妈妈讲，买买买，你不要问那么多，反正你就好好去过你的日子，你要吃其他的牛排什么东西，妈妈通通给你，囡仔都袂使吃水饺。结果大汉就趁女儿咧讲，有一天爸爸妈妈伫困，无便当，甲我便当盒空空，冰箱拍开，内底有十粒水饺。这个时阵我插伊啊，因两个拢无起来。我规日个咧水饺，就拉囥个便当内底，就搭去校内底吹，就敢那伊讲的，十粒掀开，剩九粒，剩八粒，剩一落，水饺无半粒，从那掉到顶头。顶个阿伯，我这是差不多讲的该迄个部分，我这要继续讲落去。我你袂成功，讲较长去啊。因为你时间头就讲啊。那拜托，拜托的啦。不管哪，我是校长，因阿公校公的。赶紧，没有空，没有空哦。拜托。你面相无好看你。哎，讲足恐怖哦！系啊，我规定讲足恐怖的。你讲。结果呢？这个囡仔嘛是。水饺免讲啊啦。我知影啦。哎，你搞唔掂呢？你是？我小时候呢。安尼，跳六十年厝的无？六十年制，低唔掂呢？好啦，啊，你姓啥？姓啥？我属狗啊。属狗，顶天唔掂呢？我咧讲，干尾啊，这个囡仔嘛是腹肚以后无法度啊，这十粒水饺虽然掉咧这便当盒顶头，伊嘛是拢甲食了，代志就发生啊。叮叮，刺激，就会开始要出代志啊。出什么代？我跟你讲，因爸爸死去。这水饺夹住迄边电话卡来，王同学，你的爸爸过世了，无缘无故在家里死亡。很快的，听说这种哦，突然间死亡原因不明的，然后很快就入殓了，放到那个棺材里面，一放进去，但是这个小明，邓启就考爸爸，那你过书就讲小明先，小明是全中华民国最学校的学校，哎，就随随了，来个问啊，小明在守灵，爸爸你啊，第七天，但是邓启想爸爸已经入殓了，无看到爸爸就真艰苦的，一直在考爸爸。爸爸，我一定要看你死面。今仔日这师傅讲袂使食阮家的水饺，我建议食落去，我害你死去。爸爸。但是人已经入去棺材内底，要安怎？所有的大人拢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囡仔看迄个内底爸爸无？公公的，啊，一个长者哦，喙齿差不多两公尺哦。啊？无要长啦吼，伊就太讲话啊。啊！干哪讲人伊是因的囝，你怎袂互因看到因爸爸一面呢？最后的一面足珍惜的了。人若带落去，经过腐烂了后，恁看一个白骨，都毋是因爸爸一面啊！爱会看，这个时阵所有西宫的声就了落啊！三张青牛爷个，哎，那公主在拜拜。三张青牛一路踏落去了后，都开始啊，已经红灯红落去啊，怎啊爷都有。马路啊，
的人徛四边，从那位观察棒团摇起来，一个掀起来了啊！爸爸无去，这个爸爸黏在观察挂顶头。民族那位观察棒团，摇起来，一个掀起来了啊！爸爸无去，这个爸爸黏在观察挂顶头。兽医吼，爱穿个下士的，啊无去红顶去顶到天顶啊。